今年夏天准备迎接最强学霸的挑战，四所大学智力大比拼，谁能一战成名呢？最强大学生齐聚一堂，燃烧脑力。对，我错。各校冠军将进行最终的对决。好有钱啊！我。知识的竞技场，只有最顶尖的头脑才能获得行长加码10万元奖学金。Do you speak English？ 你准备好了吗？锁定拜托 ATM 学霸争夺赛，谁是最强大学生？